酒的喝酒嘛，你喝酒对不对？眼前的难题是躲在地下道，一旁还有他的机车，让远景们看傻眼。来，起来，你人起来，蹲下，蹲下。男子浑身酒味，竟连人带车逃到地下道，遭三名远景围捕。哦，你看一下我去哪酒车去。OK。你是车主吗？对。24号深夜1点多，高姓男子骑车在彰化市金马路3段闯红灯，引起警方注意，上前拦查，没想到对方竟漏跑，不止逆向行驶，还异想天开，骑进民生地下道，最终被逮个正着。一查发现，32岁的高姓男骑士不只是酒驾累犯，还有超过400张过期的罚单没缴。发现高姓民众浑身酒气，请其接受酒测时高姓民众拒绝酒测。警方指出，男子违规项目包括红灯右转、闯红灯、拒绝拦检等等，总共有7项，最高可开罚超过20万。另外，原先400多张的过期罚单也得想办法缴清。记者陈胜伟、陈广瑞、王柏英，彰化采访报道。